好，谢谢。好，在这边我们有几点哈、哦，要跟大家来报告。哦，第一点，哦，现在是党内的初选，哦，这一个敏感的时刻。哦，咱无希望快点政治的力量，哦，或者说是派系的力量来介入哦党内的一个初选。哦，这是第一点。哦，第二点，哦，志忠申请。哦，加入民进党，哦，再入党，哦，这个是在2013年，哦，咱来甲高雄启东部来申请，市党部也无异议来通过哦这一个入党案，哦，是后来到中央党部，哦，有意见上面，哦，这个不同意见，哦，在这个哦跟市党部哦有所不同，哦，所以后来交到仲裁会，哦，那仲裁会。来做出、哦、我应该入党、哦、这个结论、哦、所以我们完全按照党内的申请、哦、至终何德何能、哦、并不可能来操控、哦、这个市党部或者是仲裁会、哦、我想这一点要跟大家来说明报告、哦、这个才不会混淆、哦、这个视听。那第三个部分、哦、对于我父亲哦，这一个指控，哦，我想这是完全子虚乌有、完全虚构、抹黑的哦一种说法，哦，对我的父亲非常不公平，哦，尤其他现在正在养病，哦，正在就医治疗，真正要害伊刑事严无伤吗？哦，伊知影这个代志，伊的心内是有够艰苦。我做后生，我嘛做烦恼，讲这个病情本来就咧严重，啊，唔通因为讲佮加抹黑，佮甲伊安尼来刺激。